欧洲国家波斯尼亚有一位阿嬷，在87岁时才开始画画，如今100岁了，依然持续作画，甚至还举办画展庆祝生日。她说，作画让生活充实，而且从来不会感到无聊。用沾满颜料的画笔，一笔一笔描绘出美丽的森林。专注在画布前的路丹是波斯尼亚的人瑞阿嬷，毕生以裁缝为业，直到87岁时才开始拾起画笔作画。 今年6月下旬，路丹在儿孙的鼓励下，与首都塞拉耶佛举办画展，庆祝自己的100岁生日。路丹表示，他晚年开始画画是为了让自己忙碌，而如今他发现时间根本不够用。热爱旅游的路丹，在过去数十年曾到访过美国、中美洲和许多欧洲国家，而这些经历也成为他作画的灵感。难得的是，路丹虽然已经100岁了，但他画画时完全不需要戴眼镜。路丹作画选择比较闻不出味道的亚克力颜料。 目前每天早上绘画3个小时，下午2个小时，家里摆放了大约200幅作品。作画让他的生活过得充实精彩。